其实是在里面各唱一首歌曲，那我是唱主题曲，然后插曲，插曲都是插曲。然后呢，就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每次宣传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要出来，然后变成一个团体叫做 TVYJ。对，然后这我知道你自己有说啊，就是其实这样感觉还蛮好的，蛮好的，因为每次发专辑啊，都是我一个人自己出来，然后觉得很无聊。就是最近呢，就是因为有他们，我就觉得很开心，有他们两个的就是陪伴这样子，就比较有话聊。